Samara, Samara. <coughs>，今天我们准备给大家中观根本会论的传承，同时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中观方面的一些道理吧。当然可能，讲的道理讲的不多，因为一个是时间关系，一个是短短的时间当中，讲中观的很多深深的意义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给大家创造一个缘起，跟在座的人呢，种下一个中观般若空性的种子。也是这么一个目的啊。今天呢，我们学院当中这边开慈铭法会，所以刚刚好像7:30的时候结束。这样的话，下一堂课的话，就是也就是说明天后天吧，后天的那一堂课呢，8点钟念诵啊，就然后8:30的时候正式传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中间的传承。今天我在这里，还没有正式念传承之前呢，说一两件事情呢、啊。说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过一次，一年当中啊，从今年开始，在一年当中呢，冷年，就本尊的。这个也就是说，自在祈祷文，念1万遍的人呢，我答应到时候，如果明年，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呢，每个人给一颗这个华严祈祷的红色的一颗莲珠啊，就是这一颗莲珠的话呢，可能一般的一颗莲珠谁都会照得到，就是这都没有什么，但是我想我自己也尽量的。祈祷啊，就是，在一年当中呢，就是多多的这个，因为在华严方面的话呢，我认为，从85年开始，每年都至少也是多多少少就是在修了很长时间，也得过相关的灌顶，得过相关的这个传授，也圆满过这个救本尊呐，大自在祈祷文的所有的依规的要求的这些数量。这样一来的话呢，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华严成就方面呢，不敢说这个大话，但是呢，也稍稍就是得过传承上师的加持。那么我本人也好，还有我们学院当中的在座的很多道友，也会共同加持，共同发愿。我们学院的这个僧众的话呢，就是也会这个共同加持和共同。垂念就是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念的这个化业的这种成就力呢，那么明年慈铭法会以后呢，如果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那每个人能得到。当然，这个呢就是念1万遍自在祈祷文，说简单很简单，其实因为360天当中的话呢，我也算过，尤其是不是特别忙的人来讲。
应该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如果特别忙的话，确实也许可能有一点困难。但希望呢，就是如果你们发愿的话，最好现在的我听到很多人说是已经念了什么这个好几千遍了，就是就这样的话呢，当然一个人只能得一颗念珠，就是不能一个人就是念了什么这个八万遍吧，八颗念珠的话呢，那我们可能有点困难的，就是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先于一个人，就是一个香薰一颗念珠，就是所以这是要求。当然这个如果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我建议呢，你们自己也得到，就是这一颗念珠呢，也许可能从这个今世开始，来这生生世世呢，就是弘法利生方面，对你个人来讲是也是创造一个缘起吧。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共同发愿、共同念诵的话，也许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自己也是在大海里面，就是融入一滴水，大海没有干涸之前，就是这一滴水也是永远不会这个干涸的。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缘起。当然，如果你们发愿的话呢，就是我可能这一年当中可能还要说两三次啊。就是有些事情呢，再三说的话，也许可能起到作用。原来方王如意宝去五台山的时候呢，就是提前好像一年前的是一直就是讲文殊这个信主的功德，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明念的这个欢喜自在的这么一个缘起的话呢，那么这一念当中，我也许可能在课堂上还要说几遍，而且呢，今年我们大家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缘起，就是今年呢也是一个欢喜之念啊，就是大家就是尽量的祈祷这个欢喜祈祷文的话，一定会是获得了这种这个特殊的救本尊的加持，让我们的身心获得自在的话呢，其实生活也好，弘法利生也好，修心也好，都很方便的。如果身心没有获得自在的话呢，什么事情都不好办。就是说实在，就所以呢，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说过，就是所有的这个西镇坏主的四大事业呢，其实都可以包括在坏业当中啊，就是坏业当中。因此，我跟有些堪布经常聊天的时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拉拢的这个就弘法利生也好，或者有些力量呢，就是比较大一点，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在这个拉仲的这个坏业的山沟里面呢，四宗弟子都修的这个坏业，就是应该是跟其他地方相比较起来，可能是这里是比较多。有时候感觉到我们这里这个慈明法会时间太长了，半个月的时间就觉得太长了。但有时候呢，也像原来刚开始是7天，就是后来法王说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如果没有坏业没有成就的话呢，利益众生是很困难的。我们师徒呢，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呢，先把这个坏业这个修成。那么坏业修成的话呢，那么将来这个帮助众生和利益众生没有任何困难的。的确是后来就是时间也延长了，延长之后呢，那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学院这边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在这个一直努力的修，所以这个月呢，就是也是申辩月，就是希望呢，你们这个就是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呢，也共同发愿啊，就是共同发愿，就是这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先念这个串证，如果时间不会很长的话，那后面再给大家讲一下中观的一些简单的道理。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呢，我看我们学员已经从早上7点到就是这个现在就是一直在经堂里面这个念经的，所以他们看到他们呢就是比较疲惫，就是有点累了，就是所以这个念串证的时候，如果讲的太多了的话呢，也许就不一定欢喜。就如果众生不欢喜呢，我有过失。那我先念串证，好吧？我们三西的吧，这个那个西吧西，我们再一次那个西吧西的皮下皮索，杰克尔卡特专家那么拉曼达玛卡尔卡沃克特，沃克特我们三。
wamasta vitsigligashiba shirujishava jahurjung jirala jomzar lo kungten jomjinjwa ngapam betime pa chabam ba tome ba gwa me ban rume ba tat to men don chim chuban ye zudan bar zup san ji manam ji tam ba tela shagam tsar lo dale ma yan zan le men ni le ma yan ji men ngung bo kang da kang stila nam yan yod ma yan jinam jir ti ji dan na mu ba dan na te ma ta da bo deyang te jin de jin ga pan na yod ma yan no mu bo nam ji rang jin na jin la jin la zo la yod ma yan na da ngung bo yod ma na zang ngung bo zang ngung yod pa ma yan no sha wa jin dan dam dhamma yin jindang mardan shiawa med shiawa mardan ki ma yin shiawa dan yod gundi na dedo la ten ki ki devshir na dung jin ye zhig zhig ki zhig mir ki demir ki dedo ki mir zhigda min med tam yob ton la yin jin rungwa ma yin de mena geng jind njir yod na jin ki zhig shiawa gang zhe chun yoba dang med tam Yod mit mandra pa chartar dhushir jiji sha testa yinna marg so yopi cholan da mga yopi cholan da yopi chog yopi chondag mga na mepa kona nyevrasta na chirte chona mga na mga yopi kala anjara chornam shkewa maya na ngagpa napar mangyaro devshir tema thagma rg nga na kiyang kanshik yinna ngubo rangshin meznam ki yopi kanshir yoma yinna nda yopi nan dhushin urte shiagando nan tab maya Skinum Susun Dibadem Java Mepa Nita Skinum Lana Kang Mepa Tena Skinli Chirter Kira Chirtena Mepara Yang Skinti Tetalena Kiran Yer Kimayim Kimayin Batali Kang Chi Shirna Kir Girum Driv Skinji Ramjan Kinum Daka Ramjan Man Dagu Manlem Driva Kang Tavishir Chirter Skin Ramjan Tavishir Kinji Ramjan Man Skinman Ramjan Driva Na Yodman Driva Mepi на стен мен стен де калан гер стен тба жишерте рату жеба тамбого режик сонлам жорте масон алам жома ен сондо масон мактоба гумба сипер менгеро канаева танан ру канаева тенан ру тела кнг гумба ла йова сон канлан гумба канлан канлан гум кана йова Tanaju, Tin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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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 devshir ngum lan ruwa yudun, ngum lan ruwa mayim bara jirtaganan taparan gir. Gangzin ruwa meba yev guwum bara, gangzin guwum bara yev guwum bara taba mevshir ru, gangzin guwum bara ruwa di yin guwum bara ruwa ngir, taran gir di gangzir ngum lan ruwa yimshir ru, ngum lan ruwa yudna na ruwa nisa taran gir di gangzir di guwum girwa. Tāng tē lān rūwa kāng yīm bā gu, rūwa nī sī tārn jir nān rūwa yung kāng nīng jir, kāng shir rūwa mēpār nān rūwa tāpār mēn jir shir, kārtīn rūwa mēn jir nān rūwa tāpār mēn jir tē rūwa mēn nān rūwa pō yōpā nī tā kālā jir rāng jīg rūwa mēn rūwa tē rūwa mba mnru wa nru bu nru wu mnle zhan sambo kanshik nru rinjir kanshin nru wa mebar nru nru thapar mnjir na rizhik nru nru wu zhi chartan thapar nitan jir kanga nru wa nru wa bu nru wa tela nru mebi nru wu yinbar thangir di nru wu nru wu nru shiru karte nru wu bunjir na nru wa nisan thangir di kanga nru wu ngun bar njir nru wu rizhir ni dang nru wu gong song lan nru wu arso mebi ma Asong wa la yang rur zomba me de mgum lar zomba yomman na gandun rur zomba shin rur zombi ngaror na gandun rur zombir zombir njir rur me chang song wa me de ma zong rur ka la yod rur zomba nabar thamshir tar na me ba nyeyan na song wa ji gumbar njir ma song wa nar nabar ta rejik rur mar do te rur man do do pa man rur rur man le zyan na zomba kanjik do par njir gangchen rur me pa na rwaan thapar man jir na rejik rur do do si chirtan thapa nyit njir gomlum gugbar man jir de song da ma song le jang man rur dan jikba dan doba la yang rur dan chong rur teta rur bo tenil
来讲写什么荣卓等等卓不先讲的荣人没荣的该定卓更严吧定定卓迎接人呐学不不当来先讲就把你的他的人接着该定卓等卓不先把你的那么大个难卓啊没病卓啊等卓啊没病卓你卓人接着刚到我不去吧当我不先把你的呢我不想把你等等这不能接着有的嘛也呢等你这把接着有的主要刚需主要是我能主要得到主要们主要得到刚需人做主要是安住人没刚需刚等主要接着主要刚跟主要我能得了先把等主们呢刚需人主要就不难主要你是门头多主要也不能接着呢主要那么什么的主要么写的马云把那接的样主要那么什么的主要么写的应当满街了啊阳州啊州能四五顿州嘛写的德训州等州啊不如州不如写啊有马烟呢州啊等公啊都把这些啊都写吧你把我刚才前面是观察院第一篇然后第二篇是观察来去中观根本回论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论当中就是主要般若法门的基基这个般若法门呢跟其他的有些这个法有点不同啊譬如我们慈悲心啊慈善啊爱啊就这些是在人和宗教都有啊，我们世界上的人和宗教当中的话，都提倡爱，都提倡慈悲。那佛教呢，就是跟这个其他这些宗教不同的是什么呢？都是般若空性。虽然其他的有些宗教当中也讲空性，但是真正的像我们这个第三转法论当中所讲的那样的空性，有没有呢？在座的人啊，有些是对其他宗教有感兴趣的人呢，应该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懂到佛教的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这种精华的意义的话，其实一定要学到这个般若空性。那这个般若空性呢，有两种，就是一种是，通过理论来抉择啊，分析观察，用理性的智慧来抉择这个般若空性。这就是我们这个中观流论啊。就是荷兰的前辈大德呢，就是讲了非常多。光是我们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在印度和藏地都是有将近上百个论著啊，就上百个论著。印度也据说是有70多种不同的，啊，就是多种不同的。那么这些怎么讲的呢？就是这就是通过推理，我们通过一种这个推断的方式来，通过一种逻辑的方式来就是进行抉择空性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像禅宗的话呢，通过参禅，像密法的话呢，就是中国智智心性当，就是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般若空性。不管是怎么样呢，印度也好，藏地也好，还有其他各个地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大师开悟的时候呢，他开悟的并不是慈悲心，他开悟的并不是是其他的一些实践当中的各种一些逻辑学啊、数学啊，或者是无力学啊，不是这样的。他所开悟的是什么呢？一切万法的真相，一切万法的真相呢，实际上是空性的。这样的空性呢，我们谁开悟的话呢？那这叫做有些时候是明心见性，有些时候真悟大圆满，有些时候真悟大受益，这不过是说法不同而已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就是一定要懂到这个般若空性的。当然，般若空性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我们这个中观根本会论这次呢，准备用3堂课的时间来给大家念《传证创造缘起》。但以前呢，我们也翻译过这个中论的这个一些著述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应该是在先密宝库当中的这个第16啊，就是什么彭仁波切写的一个中观的这个著述，就是还有呢，就是以前我也大概是用了100多堂课还是多少堂课，就是讲过这个中论啊，就是中观根本会论。荷兰呢，就是我们这个做了讲解
啊，就这个这个疆界呢，就是叫做是中论密月啊，就是中论密月。那么这个是中国文史出版社，就是他们这个只出版的。嗯，这里面呢就是可能讲的比较细，但也不算很细的，就是应该我们以前最早期的时候讲过的，有些光盘和磁带的话呢，也许是可能有的。当然这个。像韩文当中的话呢，就是中观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翻译的，就是也是以前都是有的，就是古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他们这个翻译的，就是也有，只不过是文字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懂。总而言之呢，我们要懂到般若空性才可以证悟的，才可以断除轮回的。光修菩提心能不能断除根本的轮回呢？就不行的。就像三住妖道论当中也讲了，就是光有出离心，就是还不行的，要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光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也不行，就是必须要无二智慧啊。有了无二智慧呢，才能断除轮回的根本。好像在娘力宝藏论当中讲的吧，就是说是蒙受道等伽罗密些，库里扎拉就你们。덕미 덕당 가르위나 덕민 통의 데스진 덕미 덕당 가르위나 덕민 통의 데스진 意思就是说呢 慈悲啊 就是 慈悲心呢 就是对这个我执 这个不相位的缘故呢 就是不能断除轮回的根本啊，就是他不能就光修悲心呢，我们修四无量心，我们修慈悲心的话呢，他跟这个我执不是这个自己相违的，它不能断除的。那么，我执跟这谁相违呢？就是我执跟无我相违。那么，无我和无执，我执是相违的。如果我们一旦见到了这个无我的这种空性的话呢，那就是它就彻底就是能断除这个轮回啊。就所以，我们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呢，一定要学般若空性啊。你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呢？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就是他称之为叫做如来狮子吼啊，也就是说，在整个世界的任何的宗教也好，非宗教的所有的学说当中的话呢，就是他就是是第一，就中所第啊，就中所中第一，就是为什么说前面就是说是这个中所中第一呢？他并不是中所当中是这个以其他的原因第一。就是讲缘起空性的时候，也会讲到，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他跟其他的很多宗教不同的呢，他会讲就是般若空性。那这个般若空性呢，实际上是我们一切万法的本体呢，的确也是空性的。什么时候我们了达了它的话，这叫做是人是本来性性的，人是本来面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叫这个开悟。因此，我们这个佛教徒啊。我前两天也是这样的，我们要依止上师的话呢，最好是用智慧来依止上师，不是用这个什么自己的这种肝气呢，自己的一些这个财物啊，或者是自己的也一些这个尘世啊，就是这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是很容易变的。就像公证仁波切所说的那样，如果是上师给你所讲到的无我的空性，真正是你融入到自己的心，而且自己呢有所开悟的话呢，那么这个这种。这样的这种开悟，也就是说是这叫做是根本上师。比如说一个上师的教演也好，一个上师的传法也好，让你真正是明白了，就是三界轮回是用心造的，最后心也是远离四边八系的。懂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是真正的依止上师啊，就真正的学习佛法。那真正的学习佛法呢，最后我们要懂到了僧一谛的这种空性啊。我们先暂时也会讲轮回，也会讲缘起，也会讲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三宝的信心，在世俗当中的所有的一切呢，都不得不承认的，都是存在的，无其存在的。但是在僧一当中抉择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从因缘来去，一直到最后佛陀的所有的功德的话呢，最后就没有一个不破的啊，就这样的道理呢，就我们一定要懂的。所以呢，我这次的话呢，就是也是给大家就是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传承吧，包括我们学院当中有很多。
这个中观办的话，那就是也学中观根本慧论，也学中论，还学如种论。但是所有的中观的根本呢，实际上是就是中观根本慧论。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动到以后呢，就是才真正的就是会动到了这个般若思想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所以以前我们尼玛派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话也是这样的，他们要学大圆满的时候呢，要求读很多遍这个中论。就中论基本上就搞明白的话呢，那密法的开悟呢，就是也是有所希望的。因此，这个中观根本慧论的传承呢，以前这个上师如意宝面前亲自得过的，然后呢，这个传承方面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很亲近的啊，就是当时讲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有这种。好欲心吧，就是特别欢喜，就是应该是从开头到最后结束之间的话呢，一直是对般若空性和对上师的传承呢，有一种特别就是珍贵啊、难得啊、欢喜啊、恭敬啊，应该说是有许许多多该具足的有些功德吧，就是没有负面的一些啊，好累啊、好困啊、好痛苦啊，全身都痛的，哎呦。快一点完成啊，就是没有这么想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念传承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吧，也许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也许不管怎么样十二点钟之前我必须一定会是念完。你们以前没有听过传承的人可能觉得有点累啊，就是不懂传承的仪式，就实际上这个藏传佛教的包括一些大藏经的这个所有的传承啊，这个好多上师的这个全集的传承，就是比如说摩诃仁波切的全集的传承，无光尊者的全集的传承，华智仁波切的全集的传承，就是他每个上师的这个作品的全集的传承，就是全部会要就是念的，要长期的，要基本上是在有些寺院当中念传承的话呢，要五个月啊、三个月啊，就是长期都是这样的。那这些相比较起来的话，我们三堂课的传承呢，我想是应该是除了极个别的围观者以外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可以的，对吧？就是吃瓜子群众，就是由于就叫吃瓜群众，这些以外的话那都应该可以的啊。就是纯粹是如果有这种的话，那就不说了。大灯娘灯农巴灯明我的西巴的学艺王伯这个的给学了大的学所得等人格的年纪得了大马云巴刚得了没得了得了现在就是他的直播学每一回呢你妈也呢总统马总共白一点的他只能打破对了他只能打破对了他只能打破刚才中心没打了大的西巴मायो नो स्टावे स्टावे शिची शा तेने चित्र रिगबर जर स्टावा तानिन मायन ते स्टावा मंबा तानिन स्टावा निती स्टावा पो नंबर शबर शिबर शा मातों स्टावा यो मन ते स्टावा पंगर जर चांग स्टावा पो में ना स्टावा शा कंग स्टावा ते दर कला यो तो स्टावा शा स्टावा में पी शर नंबर शिला सोबा Зыгди дяна махто бара, зыгна, дяме бара, таран дяде тонган ян, дяме барна кана меда, карте зыгна махто бара. Карте зыгна махто бара, зыгди дяд нан, мджеве мепи джинджера те, мджеве мепи дяме то. Зыгд на ян зыгди на, дян табар манджер те, зыгмен на ян зыгди на, дян табар манджер те, дяме бая зыгдагана, табар марун, мұрың жоңмын неді, деп жер ғзық дейді нәбір то, ғанға нәбір тұғымы үші, мүжевір дедің жаға жи, үші аған тапа майын де, мүжевір дедің мүн жа жи, үші аған тапа майын о, сордыңды жинді жетін, сәмдің ғу бо тамшы кен, рнаба тағыны тамшы дәті, ғзық некені рымбірім соң, Tongba ni ji sa shi de, gang shi lan tu shma shi pa, de yi tam shi lan tu man av zhibar shi adam tsongba ran yir, tongba ni ji shi shi zi, gang shi shkyun tu shma shi pa, de yi tam shi shkyun tu man av zhibar shi adam tsongba ran yir, pongbo tak barab tu shi war de, zhiba go guan cha yun di sipi. Namki.
观察极品的物品，该点多吃点肉呢，多吃没比吃肉那得了单点多吃素，吃肉多吃个油不能吃了，吃个把麻吃了呢，多吃个油橄榄吃了，吃把了嗯多吃个呢，有的没讲人不能从，多吃当那吃把的个，反正你的芥末肉，那等多吃吃把的个，反正都把没不能吃了，刚你反正你都没得，得你反正得你得当反正呢，吃的。他的买那韩剧也都值得人家，该的这部韩剧那中美版样电影路，该的他的韩剧那中美版样电影路，该的他的韩剧那只管多吃吃吧，大哥他的你的他的你这边的人，他的你的这边的人，对那对你。第那第二尼第二尼韩吉尼尔，该等到七八的，他的你等这边这边呢，这到韩吉尼的呢，这有些呢用速度，他的把那马吉尔呗，他的这边马吉尔呗，这是韩吉东西呢，韩吉，然后这边有些他的你的羊都等。他的五部马这边，韩籍五部这边也是，他的五部更有那韩籍五部都不是，写的，但是都七七八八个韩籍，闷闷这个，都这个人都就那么跟韩籍闷闷这个，都七个当七八八个，一些啊，那都是把这个把我观察摊平。第六品，该的家你些那得让参与什么的女人，这的家你妈些，这等的些参与的人呢，接了说吧，接受我不，接受说，你先参与些吧，那你们几个第几个的，你把我们这种。这是种接当那当就那么当，你先参与，好像是一个呢，该得有那。특민결은맨나대동디시만기획기획사와이기왕바지기불시들사비기획기와이기왕기불시바이나가티주기기와기사비기와기시나주기사아베마키티티니치트기불시들가티주기사와이기바티사기나티마키비사와티치트기불시불니가티마키바티이기불시불시你那秋季季人把的，这些把人都不了热，这都是买卖当的，当先的，那我这边人热啊的，这让当先接我，你个这边谁把门呢？买卖当的更大呢，等的把那门把没的，买卖继续那我这的门把是接人呢，刚才买卖接人吧，门把当那么差的，那这都是买卖接人呗，门把是谁把人买？말면차파메프르나카테만바스르셰나지텐끈니오니비만더터안더터나노안더터안더터안더나네바세셰나말메랑다잔지응오카테노셴지르나만바랑다잔지응오저브른제르바테츠메더지안더나마시비런급등니저트른제르저테키비키셰나키나지지키트요드接到马街接人吧，这是外阳街，这是外阳马街吧。等那送到马送到，我把那边写吧，不行了。刚才接完有吧呢，接人到那中美的呗，这是接到单位呢，接人。
yinu jibiru jida, tenjam jira kanyinba, tena ngubu ni ji xie, te yuji ji yuji, ba ni tang, jiwa yang na jiwa ni da, ka te ngubu ma jiba, nga ji kanda yu jiru na, tena jiwa ngubu te, me na jizik jiwa ran jiru, ka te jiwa te yin na, jizim ba na jizim na, jiwa te na jiwa ta, kan ji, ki na jibiru jida, ka te jiwa jan ji ki te, ki tukba me paran jiru, jir te jiwa me ki na, 탐치다 대비지는 제브런 게르 레지기 어떤 메바다 제르브라 마인자 요드미 니짱 마인지 공도 담다 니연노 응보가지가 대 응보가지 닐란 제 탑르 먼저로 그런지 그것은 마인 바라 때는 응보 많다도 응보 네바 마네데 응보 마네 네바 만나 네진 바야 마네데 마치 그런지 네브런 게르 응보 그것은 닐란 네반 탑르 먼저로 그러진 그러진 마인바 때는 우보 멘터도 우보 탐치 디근도 르가던 시비유 추인나 강다 르가던 침밋바로 네비 우보 강지기 요다 네바 네바 잔다나 딘기기 아니마 르그 저트르기바 랑당나 잔기기바 마윤 진은 그반 그브 만지르데 망그바리 양 그만지르 그진 바양 데브진 만 마치 강진 그브린 지르 마치 강진 그브린 지르 랑지 然后就我们中文背过是吧？以前谁背过中文？举手，举得高一点。来，南中怎么多少？举得高一点。 好吧，可以睡醒了。当时是全部背的，全部背的是吧？好多是看不看我们还可以，不错。 希望你们居士们也全部背完啊！今天，<笑>如菩萨心能背的话都很困难。有些人说啊，我现在背了一部大论的。我说什么论的？佛子心三十七颂。<笑>佛子心三十七颂，我们学院当中不算什么论点，佛子心太简单了。 一天就是一会儿就背完了，所以，我以前背过的那个《涅槃宝藏论》，我今天翻那个，因为当时背的是个数，那个特别，就是已经摸得很难很难的，我好像那个很有感觉的。然后你们也是应该。 凡是背过的、学过的这些论点的话，那肯定很有那种感觉吧。希望你们这次我们听传承的人是非常多的，然后以后呢，就是希望应该通过各种方法吧。现在是这个仪器到一个法师或者是堪布堪布那里的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我们也尽量的，也会给大家提供这个中观的这种平台。 因为中观，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比较好懂，像，隐敏的话呢，的无不达论里面的确是比较难懂，还有贤观庄论也是全是讲一些诸佛菩萨的境界，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中观呢，直接讲抉择空性，抉择空性的时候呢，我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借助的，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用智慧来抉择的，这个是不得不承认。 有些没有信心的人也是
我原来不是见过吧，说是我中观根本回来这样的时候，我说很多旁观者，尤其是不信仰佛教的人，就是如果听到这个中观多好啊，因为全是用理论来分析的，不讲信仰，就是不讲什么慈悲，就是直接讲用智慧来抉择我们现在万事万物是怎么样空性的，连这个空性也是不存在的。佛陀最后说是指什么若以这个色去我，若淫声这个去我，那么实证信邪道，不见就是真实的如来啊，就是如果有这个有色法来就是去我，或者是有声音来这个去我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者？他根本见不到如来。谁见到如来呢？就是东道万法俱则为空性的，他真正见到如来了。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呢，可能是以宗教的干气呢，就是这样，就慈悲心呐这样的。当然，这个我们佛教里面也有它的解释方法，就是讲菩提心的很重要的。但是讲到抉择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每个人真正让这个懂得空性的时候，在人世间当中的就是断一切苦爱，真实不虚，就是所有的这些苦呢，其实是应该是通过般若空性来可以断除的。而且断的方式的话呢，彻底断除。我刚才也讲了吧，就是我们其他的方式可能暂时就是压制痛苦的，但真正通达空性的话呢，那彻底就是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痛苦。所以我们现在实践人们呢，有天天有那么多的这种压力啊，就是痛苦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出去啊，就是在当王子的时候，就是出去啊，看到很多这个生老死病的这种现象。后来像是从生老死病当中真正要解脱出来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吸求这个甘露的这种妙法。后来就是通达了这个般若空性的光明理性无为法，就真正的这种这个万法的本性的这种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的境界的时候呢，才就是获得了这个无上这个微妙真顿觉的果位。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就是应该以后对般若空性呢，不是光你看看一本书就不一定，一定要花一定的时间啊。就是像以前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专门讲中观的话，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但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当中无不大论呢，就是一般我们这个也有5年完成的，也有10年完成的，1年完成2个，或者说是2年完成1个，就是都有。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有必要，就是所谓的佛教徒呢，就是不是心相上的佛教徒啊，天天的是办个皈依制呢，就是然后到寺院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这个不用买门票，就是人为什么皈依呢？因为我有时候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到寺院里面去，那么这个时候不用花这个门票钱，就是所以我现在就皈依了。就是有些目的这样的这种佛教徒呢，就是心事上的佛教徒，而我们佛教徒呢，应该至少也是佛陀所讲到的这个般若空性的意义啊。我们很多人天天念金刚经，很多人天天念心经，但是心经的意义到底懂了没有？这个金刚经的意义就是懂了没有？其实我们真正的如理如实系统的文思修行的人呢，基本上是已经懂了的。我看刚才站起来的这些堪布堪布呢，就是应该相续当中有般若空性的开悟，就是我都向你们定力，就是然后因为他通过这个修行来，就是真正把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啊融入自己的这个心，就这是一定要通过这个一种这个修行来，就是就抉择啊。下面呢就是说，格布林杰罗马因罗，我布蒙尼巴扬呢，格班塔布门杰罗，那个不对，那个呢，你格班尼门杰罗，我那个现杰那个呢，现格班尼马因呢，刚才去那么谈起呢，杰塔布门杰罗呢，对这去那么谈起杰，格班，塔布门杰罗，这就我布有巴拉，格班塔布门杰罗，今年那呢，我布当，我布没办，他办没得，我布没办杰罗阿拉呀。格班塔布门杰罗，过年了呢，吉斯德，吉斯没把提着呢，格巴刚是得尼吉，有门格巴现吉门，吉斯吉巴当，吉斯吉巴让当呢，现吉吉巴马恩，吉当内当吉巴德，马直巴呢，地皮没得，地皮热的马直边，地马边呢吉斯这，什么那么精神，吉马，这是一种就是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天天的是以这些寄生，就是嘛，这些你嘛，这这些叫你的这些，有一个小干部天天都是会说这句，嘛，这些你这就没东西了，就是的。但是这东西等等，但是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学院人也比较少，那个时候天天时间也比较多，就是中观的这些辩论啊，就是有时候这些教程还是比较，现在也是历历在线吧，当时的场面。对准的能几把松，第二当那班几把都把它都学吧，顿把过，学不原本接了的，类似接了没学，多学不，马云接了一样，类似没接没学多，原本接了学没的，学不没比例，四个接了，原本接了学没的，累没的学把保养接了，该得学不没接了吧，类似嘛就，学东学南呢，累了。而今都没不能接了，谁把保养也没能接了，你们哪能这个当？这样他不能没接入，他们哪能下个当？谁把当呢？谁他妈这个下个老说没这个呢？就当出门的有他妈烟呢？就当出门没哪呢？对了，兄弟，这个没当，这个没哪他了当？突然接入冷闷他的，下个当呢？他们就讲，都没你都他了接了，谁把保养，谁把保养接了，没接了吧？接了没接了的？没事吧？应当马应接着这个拉，应当马应接着这个拉。盘村个把旮旯有的，谁不懂那旮旯接了？你们就忙接了，那么些的，忙接讲呢，接了么些的，那儿一样，军队他说接了，谁不不能接了吧？当接把来呢，忙接了当，接了嘛接了没些的，但是工作当心咯，谁不能忙接了喂，来能接当他们接的，来能接当接了当，接了嘛接不没些的，但是工作当心。那谁不能接嘛接了啦？那类似接到嘛接了吧？嘛些那样，但是呢，工作单板谁不是啊？谁不来那东西？想你讲谁不对你了？对你讲我蛮多吧？这笔就能蛮通哦。但是你能谁些？你东西不说谁弱？谁把波动来？来得给我把老板嘛，老板嘛是些。我不他妈西边下西边波动里，他把下巴拉都西边别把我打当年老说巴当做当，那样的王学堂根基应把跌得给，俺说跌了跌，俺说跌。对，没白，我不要把马云拿，他老说这些人接了，但是这种俺说拿，我不能把这拿，他当年老说把当，除了老说对你接，俺说我不刚那把，对那更是他不是下，他老说没不是一样，该对对那年接，那对没把样对到个那，要不然接了吧，对准没得，这一更是啥了，觉得更给接就啥了，接了，这没刚就干了，有的刚没接就干了，有的他老说把他们接接，俺说。刚就要把，也那大宋能的人就那人家才那啥了是。当时我们中国中论背诵的人比较多，为什么今天那么少？也不算多，那是都是好几个班是吧？背了啊，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起？我们班都背了，他刚才都没起来。起来了吧？可能忘了啊，现在是吧？当时好像在军堂是吧？那个什么时候背的啊？什么时候背的？05年是吧？现在已经12年了，对吧？当时应该多，是吧？05年，我什么时候讲的呢？04年，法网圆寂的时候，以后讲的是吧？刚去接了啥了？接着接着，刚去旮旯有的，刚没办那旮旯有的，大老师把他们去接。俺说刚去有办门，
따서 공항에 연기 연기 전화 사라지 따라서 봐 담치지 그럴 때 요드는 나 따라서 봐 이제 그럴 때라 저들 요드 따 보니 냠바 냠보 때 같이 돌아가 되니도 나 이제 그럴 연결 나 때나 때들 머리고서 같이 따고 전이 나 냠바 보좀 소르잖나 따보 요치 냠보는 길 다그냐 망보 니트 Dagdang mambu nyutu njir, stadang nyala sukhba tang, tsura la sukhu, tsurwa tagla sukhba yang, kangli njir mjong te la yang, tena yopa mayano, stadang nyala sukhba tang, tsurwa tagla sukhba yang, kangshik jimba karte meda, te dagdang na yodma yana, kangshik tala sukhba yir, ngaru tartab shin meda te la yodo medo zi, tukba tagnar tukbar njir, Шынгару нэпап тэгба, вшява, рапту шэпа гэба гу, рэсян кэнтэй майэн на, вшэпа, тэнэ лэгчэг нэр, кэртэй шэнлэй мэгзэн на, шэнмэй парьям жэнгэрэн нэр, тэгдэн барва нэтэн нэр, барфшэ гэлэй мэмжэн жэн, сумба, тунмэт нэтэн нэр, дэртэ инна лэгян мэдэ, жэнлэртуба мэпи вшэр, барва, Shirji Lemam Jung, Stagdam Barva Yinan, Sumba Puni, Mepran Jir, Tela Karti Narnyam, Chugjin, Vishyang, Yinsim Na, Gansi Tien, Tsim, Tien Na, Gansik Vishyang, Tevchuk Shida, Zhanshir, Mumchad, Chadmit Na, Chugbar Manjir, Machug Na, Chur Manjir, Manchir Na, 我们中文的音频网上有没有？有是吧？音频还是有是吧？当时讲了几堂课？一百多少？一百一十四。一十四，幺幺四是吧？我只死了。一百一十四。啊，一百四十。 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四，好吧，我们十年前讲的，嗯，这不是嘛就，嗯，现在中国南宗这边也讲吧，是吧？这样是吧？中论吗？嗯。 改天想来买人呐，相当差不容易人接，改天没当，没错吧？这不是门接，这没当，这不是门接，全门接，让他把当当不人接了，这都是，这都是没接把当，接把跟没的，差不人呐，改天想来买人呐，相当差不容易人接，改天没当相当那个几个那三人接了，想来买人的人呐，相当差不多拉热，改天想都。 没啦，搿点么，没多想人呐，刚多没把想人了，我不这不是刚这个人呐，搿点想都没人呐，没这把人这不人接了，不不下想想了样，没没没把人接了人呐，搿点我不刚多人接，等你来样多人呐，多些更人等这不拿，多了，更了多人刚这个人，我不多这不更人吧，对嘛这不拿接得多。 嗯，今天这把都接那，对那都不是没人做，想了都把没，想了都不没没的，想了马都没样没的，没了都不想没的，没了马都想样，没了马都想样没的，没能让你们工的，想了个没那有那样的，对人想个很慢的，送到马送。 嗯，工北单呢，像那每一马人的，像那每那马人的，像那人把跟每样没的，像那人把每样没，没那相当单马人呢，没了像没点的没的，没当像个，当呢没当像个当当呢，你有人比人把跟那我们是那么拉手很紧的，马里边那那不晓得，刚到当当我不那么对比你当他的班儿，懂吧？ Tētāk tāntūn lā, kēpē sūmni mēsīm sū, mēdāng vāsīng tāqbār shāvā, tē rābtā shībā, chūbā wū. Yīngā, xiāmēn hāyō niāng tāng, jū sān tāng kā yīngā lāng wān chāng. Jīntiān, wūmē yījīn niāng dāo lā dī sī pīn, shī pīn dā chuān chāng.
还有很面的这个传唱啊，本来可能学员这边已经今天念了好多普贤心愿品，但是今天我们听传承的人听课的人就比较多，功德很大，而且是身边也大家也一起留念我们，继续念普贤心愿品来做回向啊。